4月16日，养静女生裴子琪第二张 EP 大碟《萌药》首唱会在北京盛大举行。当天现场人气爆棚，众多粉丝在台下翘首以盼着一睹偶像风采。活动开始后，伴随着一首清新欢快的歌曲，人气歌手裴子琪以一段灵动的舞蹈甜美亮相，引得台下粉丝尖叫连连。裴子琪第二张 EP 大碟《萌药》定位主打韩国曲风路线，发布会上裴子琪也一连演唱了自己新专辑中的多首歌曲，时而清新欢快，时而温情可人，展现了90后养静女生的乖乖女形象。裴子琪透露，新专辑之所以取名为《萌药》，寓意着一种人生感悟，传达90后的青春萌动。而拥有清新甜美声线的裴子琪当天也受到不少圈内好友的力挺，作为其音乐上的指导老师，歌手何静更专门到场祝贺，让裴子琪十分感动。为表感谢，裴子琪现场清唱了何静的成名曲《月亮偷着哭》，尽兴之处，师生两人更同台献唱，让粉丝大呼过瘾。上主办方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温馨的环节，为制造惊喜，在裴子琪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安排其父母一同现身为女儿加油打气。而因工作原因长时间没有回家的裴子琪，当见到父母时不禁数度潸然泪下。